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讲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在这一讲中呢，要来继续讨论供给哦，卖方的供给行为哦，来谈生产成本与厂商的供给决策哦。我们在前几讲呢，已经陆陆续续谈过了哦，厂商的供给决策。我们说，厂商要谈厂商的供给决策前呢，你要先了解厂商的成本涨怎么一回事，要了解成本呢，要了解生产。我们大概已经都把生产成本跟厂商的供给决策都讲过一遍了，我们也说了哦，厂商在完全竞争市场之下呢，要怎么样做供给哦？我们说过，厂商呢哦，要谈厂商供给决策的时候，要谈看看说厂商在哪一种的市场结构里面哦，可能是完全竞争市场，可能是独占，可能是寡占，在这个比较简单基础的课程里面，我们只谈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供给决策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来把厂商的供给决策呢，把它整个 summarize 起来，然后来谈到呢供给线哦。我们已经知道厂商呢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呢要怎么做供给决策，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推出哦市场的供给线是怎么会众多小厂商，当他们是 follow 这样的 idea 做供给决策的时候呢，市场的供给线会是什么样子哦？市场的供给线会是什么样子哦？我们在前面呢有谈过需求线，我们说什么叫做需求线？需求线呢讨论哦，买方哦在给定不同价格的情况下哦，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也就是说呢，需求线是在讨论需求量哦，消费者呢在可能平均每年、平均每月或平均每天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跟价格的关系。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给线呢也是一样。讨论的是什么呢？卖方哦，卖方给定不同的价格之下呢，他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愿意且能够提供，手里不是购买，愿意且能够提供的这个数量。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哦，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我们讨论那个什么价格跟厂商的供给量之间的关系哦，这个就是供给线。然后我们这一讲呢，前面都已经陆陆续续的讨论过了哦，就是厂商怎么做供给决策。我们说厂商在做供给决策的时候呢，他们哦目标是什么？发大财，利润最大化。那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呢，短期厂商在做决策的时候，看两个条件嘛，看两个条件哦，做三件事情，看两个条件。第一件事情就是定价决策嘛，定价很简单，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呢，就是跟着市场走 ，P 哦，跟着市场走，定价就跟着市场走。那跟着市场走之后呢，你就用 P 等于 MC 的这条条件呢，决定最适的产量。然后呢，再看你的这个价格 P 呢，是不是跟 ABC 哦，是不是比 ABC 大？如果比 ABC 大，你要继续撑下去。虽然哦，你可能有时候在 P 等于 MC 决定最适产量的情况下，利润可能是负的。可是就算利润是负的，如果价格比 ABC 还要来的大，在短期的时候呢，你应该继续撑下去，因为你不做的话，你要付固定成本；你做的话呢，除了付工钱以外呢，给 gam 可以付你一点固定成本。然后，那当然在长期的时候呢，如果是利润是负的，那当然就退出。可是，在短期的时候呢，你就算停业，你还是要付固定成本嘛。哦，啊，如果 P 比 ABC 还要小，就是说你连那个赚到钱付工钱都不够了，这时候就不要再撑下去了。哦，所以我们说短期的厂商在做决策的时候，看两个条件来决定它的最适产量，决定要不要做下去。 P 等 MC 决定最适产量， P 和 ABC 之间的关系决定它是不是要立即停业哦，立即停业哦。那根据这两个条件呢，我们知道厂商 follow 这两个条件来做决策，我们就可以来搞出说，哎，不同的价格之下呢，哦，不同的价格之下，厂商愿意且能够提供的数量，愿意且能够提供的数量哦，那这个呢就是价格跟它的供给量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供给线哦。供给线，来，我们先看看，如果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在这个情况，价格比 ABC 哦来的小，所以这时候停业是最适的哦，停业是最适的哦。然后呢，价格开始升高哦，逐步升高，比如像升到 B， 哎，这个 P 等于 MC 决定 Q1。到 C P 等于 M C 决定 Q 2，到 P 等于 D 哦 ，P 等于 D 的时候 ，P 等于 M C 决定 Q 3哦。
所以当价格从 B 开始哦，当价格是 B 的时候，它已经高过 ABC 了哦，它已经高过 ABC 了，所以它开始提供，它愿意哦开始在市场上供应数量哦，最低最低如果价格在 ABC 哦比 ABC 高哦比 ABC 高，它就愿意提供数量哦，所以当价格在 B 的时候比 ABC 高，虽然这时候利润是负的哦，虽然为什么利润是负的？价格比 AC 哦，这个是 AC 嘛，价格比 AC 来的低呀、啊、哦，所以这是利润是负，可是价格比 ABC 高，短期的时候呢？给 gam 也在付工钱，然后给 gam 也在付工钱，所以 P 等于 B 的时候，愿意提供数量 ，P 等于 MC 的这一点决定 Q1 到 C 的时候呢，虽然利润还是负的，可是还是比 ABC 高，所以 P 等于 C，P 等于 MC 的这点 Q2 决定供应量 ，P 等于 D 的时候呢，哦 P 等于 MC 的这点在这里 ，Q3 决定供应量，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事情，当 P 大于 ABC 的时候呢，当逐步调高价格的时候，厂商愿意且能够供给的数量也随之上升。有没有看到价格提升的时候呢 ？Q1、Q2、Q3， 哦，供应量在升高。价格提升的时候呢，那个什么，供应量也在上升，供应量也在上升。啊，为什么价格提高的时候供应量会上升？边际成本递增的关系啊，哦，边际成本递增嘛，边际成本递增，所以我们边际成本线是正斜率的线啊，边际成本线是正斜率的线啊。哦，所以你就看得到那个供给线也会是正斜率的线，哦，供给线也会是正斜率的线，哦，那供给线呢也会是正斜率的线。当你提高价格的时候，当市场的价格，哦，不是你提高了，是市场在提高的，然后市场的价格提高的时候，个别小厂商完全竞争的小厂商愿意且能够提供的数量呢也会增加，哦，愿意且能够提供的数量也会增加。那为什么他们愿意且能够提供的数量会增加？他们 follow 为什么会 follow P 等于 MC？ 因为他们要利润极大化，哦，他们要利润极大化，要发大财，哦，利润最大，所以当价格越高的时候呢，欸，他们愿意且能够供应的数量也会越高，哦，因为 P 等于 MC 的时候会决定到他们的最次产量，他们的利润会最大。那刚好 P 等于 MC，欸，你就 follow 跟 MC 走 ，MC 是正斜率的，哦 ，MC 是正斜率的，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 P 等于 MC 的那点，因为 MC 是正斜率的，这表示边际成本递增。MC 是正斜率，所以当价格在提高的时候 ，P 等于 MC 交出来的点呢，它的那个供应量呢也在升高，所以你就看到了价格跟边际跟那个什么，他们愿意且能够供应的数量有个正向的关系。当价格在提高的时候，个别厂商愿意且能够提供的数量也在增加，是正斜率的，哦，是正斜率的，哦。那如果个别厂商是如此，你也可以想象说。那个小厂商、个别厂商 A、厂商 B、厂商 C、厂商 D， 个别厂商如此，其他厂商也是如此。那整个市场的供给线呢，大概也会是正斜率的。哦，所以我们就这样来看到个别厂商它的供给线，哦，供给线刚好跟它的 MC 线重合嘛。我们刚刚说 P 等于 MC 的那点决定它的供应量啊，那刚好那个 MC 的线是正斜率的 ，MC 线为什么是正斜率？因为边际成本递增，哦，边际成本递增，所以它如果要追求利润极大化的话，它会在 P 等于 MC 那点决定它的供应量。那当价格提高的时候，刚好，欸，跟 P 等于 MC 那点刚好也会一直在什么，在往增加嘛，哦，也会一直增加。所以供应线那个 A 厂商的供给线会是正 ，B 厂商也是如此，也是正的 ，C 厂商也是如此，也是正的。所以你看到价格如果是 P 的时候呢？A 厂商愿意供应 Q1，B 厂商愿意供应 Q2，C 厂商愿意供应 Q3。啊，假设市场上有一大堆小厂商，所以整个市场总产量就是刚给定价格 P 的时候呢 ，Q1、Q2、Q3 一直加融起来啊，就是当价格等于 P 的时候，整个市场供应量在这边。那你看看，如果价格变高了，变高了，那 A 厂商的供应量会变多啊 ，B 厂商供应量也会变多啊 ，C 厂商供应量也会变多啊，所以整个横向的这样加融起来，你就看到整个市场的供应量。会增加啊，这个就是市场的供给线，哦，这个就是市场的供给线。从个别厂商的供给线呢，哦，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供给线，哦，看到整个市场供给线。好，那接下来呢，哦，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几个可能会影响供给线的因素，哦，那这些呢是所谓的其他因素。我们刚刚说供给线谈什么？谈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哦，价格跟市场上所有厂商。愿意且能够供应的数量，哦，愿意且能够供应的数量，那他为什么愿意供应这个数量？后面隐含的，假如是厂商要发大财，哦，他要追求利润极大化，哦，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一个正斜率供给线。那如果其他条件变动的话，那供给线会不会变动？哦，我们现在就要来谈这个东西。哦，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大家理解供给
的行为啊。第一个其他条件是什么？厂商的加速增加，厂商的加速增加。请问，如果厂商的加速增加，供给线会怎么变动？厂商加速增加，供给线会怎么变动？哦，我想很多同学应该都猜得出来啦，外移嘛，哈，外移。搞不清楚同学呢，可以再回去刚刚的那个这个图再来看。我们说市场的供给线怎么出来的？个别厂商的供应，比如像价格是 P 的时候呢，厂商 A 要供应 Q1， 厂商 B 供应 Q2， 厂商 C 供应 Q3， 哦，厂商 C 供应 Q3。所以如果我这边有100间厂商，那当价格是 P 的时候呢，这100间厂商在市场上所供应的总量是多少？就是 Q1、Q2、Q3 一直加到 Q100 嘛，对不对？那所以供应量就是 Q100， 当价格给定 P 的时候，供应量就是 Q100。那如果我说今天厂商加速从100间变成150间，那同样价格是 P 的时候，那这边加总起来会变成是多少？哦，如果这边变成是150间，哦，就是从 Q1、Q2、Q3 一直加到 Q150 嘛。啊，本来加到 Q100 在这里啊，给定价格是 P 的时候加到100是这样啊。如果加到150呢，啊就往外加嘛，所以它的量就会变大啊。如果价格比较高的时候也一样，以此类推啊，那就会加的更外面一点啊，对不对？所以整个供给线就会移到更外面一点哦。所以厂商加速变多的时候呢，你其实会看到供给线会外移，然后供给线会外移。那第二个，如果市场上普遍薪资增加的时候，那请问供给线会怎么变动？市场上普遍薪资增加的时候，请问供给线会怎么变动？你现在这样想，市场上普遍薪资增加的时候，它怎么样影响你的边际成本？怎么影响你的边际成本？市场上普遍薪资增加的时候，就是你的劳动投入的那个价格增加嘛，对不对？劳动投入的那个价格增加，所以劳动投入的那个价格增加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去想说，哎，你每多雇用一个劳动的时候呢，哦，假设本来薪资是25,000，现在变成30,000，所以你每多雇用一个劳动的时候呢，本来变成是25,000，现在变成是30,000。啊，你如果要多增加一单位产量的时候呢，你说要多雇用劳动力，好，要多雇用劳动力，你要多增加产量的时候，你要多雇用劳动力，那本来的成本呢？想象问题非常简单，如果你多增加一单位产量，你就要多雇用一个劳动力啊。本来增加的成本是25,000，现在增加成本变成是30,000，所以是不是你的边际成本会增加？如果普遍上市场薪资从25,000变成30,000的时候，你现在要多增加产量，要多雇用劳动力，本来多增加的成本是25,000，假设你多增加一单位产量，你多就是多雇用个劳动力，假设这样比较简单，那本来多雇用个劳动力增加成本是25,000，现在变成是30,000了。对不对？所以你的边际成本会增加，边际成本增加的话，你的供给线会上移哦，你的供给线会上移哦。那看你那个普遍那个薪资增加情况是怎么样，然后也看你的那个成本线是怎么样，然后啊，有些情况上它就会是这样子的上移哦，这样的上移，然后如果比如像说，在我们在那个什么，我们在前几讲里面呢，有谈到一个那个什么，如何从生产函数推导出成本函数哦，在那边后来有一个用的那个数学例子，如果有兴趣的同学，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在那一讲里面的最后用那个数学例子，最后用的那个数学例子，我记得里面有导出一个边际成本线的那个式子，哦，边际成本线的式子，你去看看那个式子里面呢，薪资上升的时候怎么样影响到那个边际成本线。好，那你就可以理解到这边我讲的市场上普遍薪资增加的时候怎么样影响到你的那个边际成本线。然后供给线，个别厂商供给线就是个别厂商的供给线就是个别厂商的边际成本线嘛。哦，就是它的边际成本线。啊，如果在那个例子里面呢，哦，在那个例子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说，如果薪资上升的时候，它的供给线会是这样子移动的。哦，它是会这样子移动的。不清楚的同学再回去把那一讲拿去看看，看看说，哎，如果 W 提升到 W 那边的边际成本线会怎么移动？哦，在那个例子里面呢，厂商那个什么，那个在原点的时候呢，哦，那个在原点的时候呢，价格稍微提高点就比 ABC 高了，然后就比 ABC 高，所以在那个例子里面呢，是那个其实价格很低的时候，厂商都愿意供给。那个例子比较简单。哦，在那个例子里面，你会看到市场普遍薪资增加的时候，供给线会这样移动。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看到市场普遍薪资增加的时候，边际成本会增加，然后所以供给线会这样子上移。好，第三个例子。如果政府给每间厂商固定数额的补贴，
请问会怎么样影响到你的供给线？哦，这题稍微难一点。如果厂商给每间厂商固定数额的补贴，什么叫固定数额的补贴？就是不管你是谁，哦，我固定都给你，哦，这个月都给你那个什么三万块钱，哦，都给你三万块钱。那如果我这个月固定都给你三万块钱，请问你会不会因为这多了这三万块钱，你生产变多？哦，你生产变多。如果说我说这个月固定都给你三万块钱，你因为这个月给多了三万块钱，在短期你就改变你的供给行为，在短期就改变你的供给行为，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啦，哈，为什么？每间厂商给固定数额补贴是什么意思？就是每间厂商固定都给三万块，不管你生产多还是生产少。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固定给固定数额的补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降低你的总固定成本啊，哦，降低你的总固定成本嘛，哦，降低你的总固定成本嘛。那改变你的总固定成本的时候呢，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总变动成本？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边际成本？不会，哦，不会。所以政府固定给每间厂商固定数额的补贴，不论它生产多少，我就是固定发给你。举例来说，我刚刚用的例子，三万块钱，固定这个月都给你三万块钱，你会不会因为多了这三万块钱就决定我要多生产，或决定我要少生产？没有嘛，因为这个东西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什么，不会影响到你的边际成本线，不会影响到你的边际成本线。所以结论是，如果政府给每间厂商固定数额的补贴，在短期是不会影响到厂商的供给行为，因为不会影响到它的固定成本，不会影响到它的边际成本，只是变动到它的固定成本而已，变动到厂商固定成本，不会影响到它的那个什么，它的边际成本。你不会因为这个月政府再多给你这个固定数额补贴，就决定我要多生产，哦，就这个这种是给啦，然后多拿我就多赚嘛，啊，我要利润极大化，我还是 follow 原来的那个做法，看 P 等于 MC 啊，这个时候边际成本没有变动啊，清楚吗？哦，这个可能要再想一下啦，哦，大家回去再想一下哦。这个每次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会 confuse。可是你知道，想想看，政府如果固定给每间厂商一定数额的补贴，然后在短期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增加哦，增加补贴嘛，就是减少它的固定成本啊，减少固定成本其实是不会影响到它的边际成本的，其实不会影响到它的边际成本的，哦，其实不会影响到它的边际成本的，所以不会影响到供给线呐，啊，不会影响到它的供给线呐，啊，不会影响到它的供给线。然后你想想看，厂商要决定哦，短期要不要停业，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也是看它的价格是不是在它的这个什么平均变动成本之上嘛。所以它唯一会造成影响是什么呢？哦，可能本来厂商的利润哦，是负的，给了补贴变成正的哦，利润是负，从负的变成正的，那并不会影响到它的，连停业决策也都不会影响啊。停业决策看的是什么？价格跟变动成本之间的关系啊。哦，所以唯一的会影响就是，哎，让它的利润数字改变，就这样子而已。供给线不会动，哦，供给线不会动，哦，供给线不会动，连停业决策也不会影响到，哦，停业决策也不会影响到。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概念，哦，在谈供给线呢，我们就来谈谈生产者剩余。然后就像我们谈需求线的时候会谈那个什么消费者剩余一样，谈需求线的时候会谈消费者剩余。我们在谈供给线的时候，通常也会谈生产者剩余。那我们在这个需求线谈消费者剩余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定义消费者剩余？大家还记不记得？哦，消费者剩余我们是这样子在想的。哦，一个消费者如果他要买这个东西，他本来比如像你说那个肥宅要吃鸡排，哦，200块钱他也愿意买的情况下，啊，如果今天一个鸡排在市场上他35块就能够拿到，啊，他会有超爽的感觉？会啊，会超爽的，本来200块我就愿意买了，你现在竟然35块我就买到，哦，超级爽的，哦，这个超级爽的感觉就是消费者剩余。那这个200块他就愿意出钱，这个是什么呢？他愿意付的最高的价钱，哦，愿意付的最高的价钱，所以他愿意付的最高的价钱呢，扣掉他实际上真正买到这个东西的价钱，这个之间的差距，哦，这个差距就是我们说这个超爽的感觉，我们说这个叫消费者剩余。而，啊，市场上消费者剩余就是把市场上所有这种超爽的感觉全部都加总起来，然后加总起来，哦，加总起来，哦，那生产者剩余呢，也是类似的概念，哦，类似的概念，我们说生产者呢，哦，他收到了钱，哦，是 P 乘以 Q， 减掉他什么呢？最低愿收金额。我们刚刚讲消费者的剩余是
消费者最高愿意付的钱再减掉他实际上 付出去的钱那个差距。那生产者剩余呢也是一样，他收到的钱减掉呢他最低愿收的钱。那什么是厂商最低愿收的钱？我们刚刚在谈停业决策有讲到嘛，厂商在什么情况下他就愿意生产呢？在短期的时候，什么时候情况下他就愿意生产？价格高于 ABC 的情况，也就是说他收到的 P 乘以 Q 呢，只要大于他的 total variable cost 的总变动成本，他就愿意生产。所以这个总变动成本呢，就是他的最低愿收金额嘛，他的最低愿收高于过这个东西，我就愿意生产了。好，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 idea 哦来定义生产者剩余 PQ 减掉 TVC。哦 ，PQ 减掉 TVC， 所以 PQ 是什么？总收入减掉总变动成本。哦，总收入减掉总变动成本。哦，然后我们可以在前那个什么后面再减一个总固定成本，然后再加一个总固定成本，然后减一项加一项。哦，没有关系的。哦，那还是不动。那我可是呢，减一项加一项，我们就得到什么东西了？哎，这个就等于 PQ 减掉 TVC 总变动成本减掉总固定成本，这个东西是什么？总成本，所以 PQ 减掉总成本会是什么？就会是利润。所以生产者剩余呢，你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理解，它其实是利润加总固定成本的这个数字哦，利润加总固定成本的这个数。所以当我们谈生产者剩余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随便乱讲的，它是一个跟利润有关系的数字。哦，所以个别厂商的生产者剩余呢，跟个别厂商的利润有关系，利润加上总固定成本，整个市场的生产者剩余就是整个市场的。总利润加上总固定成本，哦，整个市场的总利润加上总固定成本，哦，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那为什么生产者剩余是这块面积呢？哦，我们在这个什么，我们在这个消费者剩余的时候有跟大家谈到过，什么是消费者剩余？就是我刚刚讲说，哎，你本来愿意出200块买到鸡排，你现在35块就买到，你有这个超爽的感觉，把所有这超爽的感觉市场上。所有个人这种超爽感觉加总起来就是消费者剩余。那消费者剩余刚好在图形上是需求线跟价格线交叉之间的那个面积。相对来说，生产者剩余整个市场者剩整个市场生产者剩余，或是整个个别供给商的这个生产者剩余，刚好也是这个价格跟这个供给线之间的关系。那当然，供给线是从 P 等于 ABC 开始起算，然后那后面这段是。后面这段是 MC 线，然后那我们说呢，当价格比 ABC 高以后呢，哎，这个供给线刚好会跟这个 MC 线重合，然后那生产者剩余呢，后刚刚好就是这个 MC 线跟价格交融的这块面积了。哦，那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再回去看刚刚我们说生产者剩余是这样定义的嘛 ，PQ 减掉 TVC 啊，那 TVC 在图形上是什么东西呢？哦。刚好是 MC 线底下这块面积，也就是说，假设你现在 P 等于 MC 哦，交在 Q 这一点上决定你的最适的产量在这里。那在这条线过来呢，往前这边加的这个面积呢，坦白说就会是你的总变动成本哦。这个概念呢是从积分来的，然后这个概念是从积分来的，稍微复杂一点哦，我们这边就。不说、哦、你可以账记 MC、哦、底下这块面积是总变动成本、哦、总变动成本、哦啊、不清楚的同学呢、哦、你可以去看看那个上上微积分、啊、这就为什么我们那个管理学院大家要必修微积分，然后要必修微积分、啊哦、不过呢有些同学可能你以前是理工科出来的，你大概清楚知道说哎，我在这边底下这个面积呢、哦、其实就是总变动成本、哦、概念上是这样子，因为 MC 呢很简单的说 ,MC 是总变动成本对 Q 球微分、哦、,MC 是总变动成本对 Q 球微分，所以它倒过来、哦、它倒过来就是 MC 是总变动成本做微分、啊、所以 MC 呢、哦、边际成本呢积分回去就会是总变动成本、哦、积分就会回去就会总变动成本，那个积分跟微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总变动成本微分得到边际成本，边际成本积分回去得到总变动成本，所以、哦、边际成本积分回去是总变动成本、哦、那积分在的概念呢，其实就是那个球这底下的这块面积、哦、所以我们说生产者剩余是 PQ 减掉 TVC 是总收入减掉总变动成本，刚好就是这一块是你的 PQ P 乘上 Q， 如果你在 P 等于 MC 决定你的产量 Q 在这里嘛，所以这一大块是 PQ 减掉总变动成本、哦、我说边际成本积分回去是总变动成本哦，
边际成本积分回去是总变动成本，那做积分刚好就是这一段底下面积，把这块底下面积减掉，就得到上面蓝色的这一块。那这一块呢，就叫做生产者剩余。哦，生产者剩余，对，整个市场的生产者剩余呢，哦，差不多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这个价格线跟这个供给线之间的这个面积。所以刚好跟我们在谈消费者剩余的时候呢，消费者剩余是需求线跟价格线之间的面积，那个生产者剩余就是供给线跟价格、哦、之间的这个面积，哎，刚好是对称的哦，刚好是对称的哦，所以我们在说，由此可知，生产者剩余呢是均衡价格线跟供给线之间的区域的面积哦，是区域的面积哦，跟消费者剩余是相对的这个概念哦，那它后面隐含的是什么呢？后面隐含就是整个市场的利润的加总，加上整个总固定成本的这个加总，所以这个生产者剩余也不是随便乱讲的，后面其实隐含的就是所有厂商的这个利润，然后是有意义的。就像我们在谈消费者剩余的时候，市场上大家超爽的感觉，其实有点是类似就是消费者额外买这个东西额外所得到的这个好处或效用的这个概念。好，所以在这一讲呢，就跟大家谈了供给线跟生产者剩余。哦、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两个概念。我是中山企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